来，刚才把这边，等一下，在这边先做练习了哈。两个方程组，它们有相同的解，问你 S Y 跟 A B 等于多少？这个应该也是国中题目吧？有做过吧？四个有相同的解，这是代表一条直线，这也是一条直线，所以总共西向几条直线？四条直线。那有相同的解的话，表示这四条直线会交代同一个点的位置。 而且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只有第一个方程里面第一个式子跟第二方程里面第一个式，它们是没有除了 SY 之外没有其他位置数的。所以既然四个直线要加在同一点的话，那我就先把其中一次的两个直线找出来，那再找另外一个位置的就好。所以我可以把方程组整理一下，4S 加 3Y 这个方程是我知道的，而另外一个4S 减 4Y 这个方程式也是我知道的。所以你可不可以从这里先把 SY 找出来？ 找出来之后，再把它带回去这两组。好，所以我们先解这个。好，那这个你要用什么方式解？4S3Y，4S负4Y等于3。要不要克莱曼公式？如果可以，不要就不要用，因为克莱曼公式实际上什么？因为这个数字很小，交叉相似，那个通分一下是不是很坏？好，把它通分一下，第一次、第二次，我要先谁做？ 先算一下，SY多少？这消掉。这要乘以4倍嘛，所以这是40，这乘以3倍，除以这里是9，所以40加9，49，对不对？49，然后这是刚才几倍？12。16，然后这是3倍。 三三，所以 S 多少？一。一。Y 多少？ Y 二。所以 S 等于一 ，Y 等于二。好，那解出来之后，再来带两个位置的那两个直线方式。好，所以现在另外两个位置的直线方式，这一组跟这一组，我把 S 等于一 ，Y 等于二 带进去，所以这里应该先乘 A S 等于一加上2 B Y，Y 是2，10 B。 等于16，好，另外一个是 3BS， 3BS， 6B， 3B 了哈，3B， 因为 S 是1嘛哈，VAY Y 是2，所以减掉10A 等于负的31，好，这两个解联立。 这是第三次，这是第四次，所以由第三次跟第四次，你可以得到 A 多少 ，B 多少？考试的时候不要用心算，因为考试的时候会关心你的成绩，对不对？万一心算错了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这个应该可以拿到分数了吧 ？A 多少？ A 等于4 ，B 会等于多少？3，所以我是不是四个答案都找出来了 ？S 等于1 ，Y 等于2 ，A 等于4 ，B 等于几 ？B 等于3，这个我就可以处理出来哈。好，旁边的练习是一样的哈，一样做做看。